们上一堂是讲到 RL 电路，就是一个电路上面除了有电动室之外，它有电阻，还有一个 coil 啊，就是有一个线圈，电磁线圈，就像这个样子的啊，这是电磁线圈，这两个是电阻，这个是电动室座。那么这里有一个 switch， 它关到这边呢，就是接到一，就是这个通路。如果这个 switch 接到二呢，那就是这个通路啊。好，现在我们假设这个起初 switch 在这个位置啊，那现在我们把 switch 接到通路一的时候啊，这个电路上面原本没有电流的，现在要开始有电流。如果这个没有 coil 在这里，没有这个东西啊，就是电动室串联一个电阻，那么这个电路的电流就是 V over R1。 可是现在因为有这个线圈在这里啊，这个线圈呢，它从没有电流要变成有电流的时候啊，它里头的磁场就从没有要变成有，于是它就有一个感应电动室。这个感应电动室呢，是跟电流的方向相反，所以电流是这么流，它感应电动室就是这样子的。因此这个电流啊，不会一下子就是 V over R1 啊，因为它有一个反方向的感应电动室，所以它是从零慢慢增加增加增加，最后到最大值啊，最大值 OK。 好，那现在我们呢就假设啊，我把这个 switch 关到一，然后开始计时，开始计时啊啊，那就假设这个时候这个电流呢，这里有电流 I 啊， I 在这里啊，有电流 I， 就时间 T 的时候有个电流 I 在这里，这个地方流。好，那么我们根据克西科夫的电压定律，我们把这个回路上面的每一个元件的 polarity 把它写出来，这个负这个正，电流这么流，所以这里正这里负，这个电压是 VR1， 这里有一个感应电动室跟电流相反，所以它是负的正的啊，这个叫 VL。 那么咱们根据克西科夫电压定律，两个降连续的降落等于一个上升啊， VR 加上 VL 等于 V， 然后这个 VR 呢，就是这个呢，它是 I 乘 R1 啊，这是感应电动式，就是 LDI over DT， 我们方向已经写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只要写它的大小就好啊，啊等于 V， 哎，因为方向已经在这里，已经考虑到这里去了啊。好，那么起初的时候啊，这个叫 circuit equation 啊，这个一定要会写啊哈，这样会写得出来。啊，起初的状态就是 t 等于0的时候 ，i 等于 0，i 等于 0， 这个等于 0， 可是 di over dt 那不等于 0， 那就是说电流起初是 0， 可是电流会增加，它的增加率啊是 v over l， 就是0的时候的增加率，它增加率呢会慢慢的变小，但是它只要是正值的电流就增加哈。一路增加上去，幕后的状态就是接上去很久很久以后，就相当于 T approaches infinity， 增加率就不再增加了，它不能永远增加上去啊。好，这个等于零，所以这个时候的电流呢 V over R1， 这就是它的最大值啊，最大值。好，那么现在我们要解，在 T 等于0跟 T 等于无穷大之间，电流跟时间的关系是什么？
那我们就把这个数字啊画成这个样子了，哎，啊，画成这样，就是说大家都被 R1 每一项被 R1 来除，然后一项变成这个样子的啊。好，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积分的啊，这个式子两端积分 di 这个搬过来啊，这个负 R1 over L dt 拿过来。好，这个积分的结果呢？啊，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积分了啊，这个积分是变成这个，然后我们把 log 变成 exponential， 这个数字就可以变化成为这个。你们自己回去要导一次哈，要导一遍。好 ，I 就是这个值啊，电流。好，那么电流的变化呢 ？di over dt， 你就把这个式子微分一下，就是这样的啊。啊，那么我们把 L over R1 当作是一个，因为这是一个常数，它的单位是等于时间的单位，所以叫做时间常数。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啊，这个式子里头的啊，把这一项写成这个样子。有时间常数在里面 ，OK， 啊，你用这一项也可以，用这个也可以，用这个的话，你要记住它的时间常数是这个。好，那么我们可以画出图来，像电流，如果是一节 exponential 这样的，啊，你看 t 等于零的时候 ，exponential 零次方等于一，一减一等于零，电流等于零。然后这个等于无穷大的时候，这个等于零，电流是最大，所以它是这样的一条曲线。那记住，如果这里是 exponential， 啊，是一节 exponential， 那么这个曲线就是上升的。如果像这样子的，只有一个 exponential， 那么就是下降的啊。这个曲线呢是下降的，就是说它电流的增加率呢是随着时间啊变小。好，那么 I 的曲线就是这样子哈，啊，那么 I 求出来了，我们可以求 VR1， 啊 ，VR1 它就等于 R1 乘上 I， 啊，等于这个值 ，R1 乘上 I，I 我们就用这个 ，OK， 啊，你也可以求 VL，VL 等于什么呢？是 LDI over DT， 就是等于。你把这个 di over dt 啊，这个 di over dt 带到这里来，它就变成这样子的哈。那，啊，这个曲线是下降的啊，这个 voltage 是随着时间下降，这个 voltage 随着时间上升的啊。好，现在我们看这个，刚才我们解出这个，它接到位置一的时候啊。I 是等于这个值啊，我们刚刚解出来的。好，那么我们看当 t 等于0的时候啊，一减一等于零，一减一等于零，那就 I 在 t 等于0的时候呢，它是零。零的话就是这个电路没有，电路上没有电流啊，就表示这个时候呢，那可以把这个 coil 当作是断路啊。当作是断路。当 t approaches infinity， 就是接上很久以后啊，那么这个 v 呢，啊，很久以后啊，这个 t 变成无穷大，这一项变成零，所以 i 在无限长的时间以后是等于 v over r1。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当这个 coil 是短路的时候。这个电流就是 V over R1 啊，所以可以把线圈当作是短路 ，OK， 啊，当作是短路。好，那么这个是这个电路啊 ，switch 接到一的时候，它的起初状态跟末后状态，这个非常有用，要记起来。你这个要跟以前那个电容器一起记，如果是电容器。时间等于零的话，它是等于短路哦，啊，电容器跟时间 approaches infinity， 它是断路，这两个正好相反，啊，这要记住。
现在我们看，我们现在把这 switch 接到位置一，经过一段时间，这个上面已经有电流了，已经有电流了，那我们就把这个 switch 啊关到二的位置，已经有电流了哈，好，就像这个，当这个接到一的电流已经达到 I0 的瞬间，把这个 S 切换到位置二，然后重新开始计时。那这个时候呢，这个通路就是这一条了，不是这一条啊。原本电流是这么流，接到这里的时候电流是这么流，可是你这 switch 一接到这里的时候啊，这个电动式就不作用了，就没有人供应能量，那这个电流呢应该就瞬间就停止，由它供应的电流顺应停止。但是因为这里有一个 coil 啊，你的电流从有变成没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地方的磁场由最大值啊变成它变小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感应电动式，跟电流的方向啊要相反啊。因为这个时候呢啊，这个时候啊，它跟电流的方向相同 ,OK? 好，因为它是从磁场从有变成没有，于是它这个电流就是这个电动式，就是这个方向，所以它电流啊继续保持啊，它不会马上变成零 ,OK? 所以这个方向跟这个相同 ,OK? 好，这个时候所以T 等于 T 的时候，我们假设这个线圈上面的电流是 I， 它从 I0 已经变成了 I 的时候哈，那我们根据 KDL 啊，那么你看这里这个下降，这个下降，这个是上升啊，所以是 VR1 加上 VR2要等 VL， 是 Kirchhoff's voltage law， 然后我们把 VIR 和 VR1 VR2 变成 I 乘上 R1 加上 R2 啊， VL 都要取绝对值哦，因为方向我们都画了啊，取绝对值。现在这个 VL 要用负的 L d I over dt，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电流是随时间减小的，它本身是负的，所以你必须要成一个负的才会负负得正啊。好，那么我们把这个 R1 加 R2 啊应该等于 R， 于是呢这个式子可以写得比较更简单一点的，就是这样子的啊，这样子的 OK。好，那么上面的电路方程啊，它的初始及末后条件分，就是这个，就是刚刚那个电路方程了哈。T 等于零的时候 ，I 是 I 零啊。我们刚刚讲，它先充电到 I 零，再把它接到这个 switch two 和 position two。好，于是啊我们觉得 DI over DT 就等于 I0， 是 I 是 I0， R 是 R1 加 R2、就变成这样子的 OK。 T approaches infinity 的时候呢 I 是 0， 所以 DI over DT 就等于 0。 好，那么在0跟 T 之间，0跟 T 之间我们就是用这个。好，你现在把这个 I 跟 DI 放在这一边啊，其他的跟 DT 放在这边，积分就变成这个值啊。这个我们把这个化成 exponential， 所以 I 呢就等于 I0 乘上 exponential， 就这个值，因为你 log 这个啊等于负 R over LT， 那你可以变成什么呢？ I over I0 的 exponential负 R over LT 次方，
然后把 I 零乘过来就是这样哈、啊。然后我们把 I 恢复成为 R1 加 R2 R 啊，恢复成这样子啊。那么这个少了一个 T 啊，这里少掉一个 T 字啊，少了一个 T。哎，好，那这个导数就是这个啊，时间 tau2 啊，导数就是时间的 tau2 啊。套出就等于这个，哎，这里要加一个时间，就漏掉一个时间。好，那么这个是啊 ，on switch 切到位置二的时候，啊，位置二的时候，好，那么我们已经解出电流等于这个，电流等于这个，好，电流的时间变化率是这个值，啊。有的这两个值呢，我们就可以用来求这个 VR1 跟 VR2 还有 VL。 比如说 VL 它是等于负的啊，那记住这个地方是等于负的，我们前面有啊也讲这个 VL 等于负的 LDI over DT， 这个是绝对值了啊，因为在我们这个circuit equation 里面它是用绝对值，这个是减小的嘛，所以负负得正。好，那你就把这个带到这个地方来啊， VL 就是这个、哎、好，那么 VR 更简单了， VR 的话你只要把那个 I 乘到 R1 就好了啊，就是 VR1， I 乘到 R2 就是 VR2。 好，现在我们看一个例题哈，一个电阻啊 ,0.37 个欧姆，自感系数53个 mH, 它接在电动室 Y 的两端，现在电流，当电流从零增加到最大值的一半的时候，要经过多少时间，就是当 switch 接通了，电流瞬间是零，然后慢慢的增大，增到最大值的时候，问要经过多少时间。好，那么我们就把这个等效电路啊，像这个啊，一个电阻，就这个是一个，其实这不是两个东西了啊，这是一个东西，就是一个螺线管，就是一个线圈，它本身具有，除了具有自感系数之外，它还有电阻诶，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电阻跟这个自感系数当作是一种串联的啊，所以这个整个就是一个电感器，其实就是一个电感器，接在这个电动室的两端啊，我们把它的等效电路画成这个样子，电路接通后 T 秒的电流，那这个你看这一接通，对不对？它的电流是从零开始增加嘛，零开始增加嘛，啊，那你可以用我们刚刚讲的，一接通的时候，这个是刚刚接通的时候，这个是断路啊，断路。那么接了很久很久以后呢？就是短路，电流就是等于 epsilon over r， 就是最大电流，最大电流。然后这个电流从0开始逐渐的减少，减到 0， 那就是括弧里头这就应该是一减 exponential t over tau、啊、好，那么这个就可以写成 I maximum 一减到 t over tau， 这个 tau 呢就等于L over R， L over R， 啊，所以从这里就知道这个是，啊，所以你看看这个式子，其实不是用背的，啊，就是你要记得，电流从零开始增加的时候，就是最大电流乘上 exponential 一，括弧一减 exponential t over tau， 啊，因为这是代表上升的曲线，对。好，现在我们令这个
电流，你它是要什么？电流从零增到最大值的一半的时候，啊，当 IT 等于最大值的一半，二分之一 I max 嘛，等于这个的时候，啊，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两个式子，啊，等号 dj exponential 负 t over tau， 那等于二分之一，啊，我们化成这个。最后我们就解除 t 是等于 tau， 所以像 natural logarithm 2， 那是等于 0.105 个 second， 啊，所以你要把这个式子把它啊把它弄通，这个不是用背的，啊，你把它死记起来，到时候用啊，你不会觉得你用对了。用的对不对你心里都会很怀疑，一定要做了相当多的例子以后，啊，你才能够，啊，对这个数字呢有信心。 OK， 好，现在我们看另外一个这个图，这个电动是，嗯，这里有一个自感系线圈跟啊串联，这里又有一个电阻啊，这又是一个线圈跟电阻串联啊。我们要求什么啊？现在告诉你，电动数是18伏特，然后 R 是9欧姆，通通是9欧姆每一个啊。L 是 2.0 个 millihenry， 求啊这个 S 接通的瞬间。电解 S 接通许久，瞬间的时候，电动是在经流经这个地方的电流啊，或者说这个接通很久以后流经这里的电流啊，但你这个要不要把这个 circuit equation 什么都能写出来啊？看起来好像很麻烦，对不对？其实你只要把当初啊，啊，当我教你们的起初条件。落后条件用上去，这个很快就做出来啊。比如说 part A， 电键就是这个开关接通的瞬间，这是 t 等于0啊， t 等于0，感应器或者是 coil 是相当什么，我们刚刚讲过断路，对不对？这个断路，这个断路，所以这个路啊，这个电路的等效电路就变成这个，这是 part A， 那这两个都不会有电流通过啊，所以电流一定是这样子流啊，所以这个时候电流是什么 epsilon over R 嘛，对不对啊？等效电路就是这个，啊，我们数据接了很久很久以后啊，那感应器是短路，这两个短路，短路的话就等于这三个并联嘛，三个并联的话它的等效电阻就是三分之一 R， 那电流呢啊，这是等效电阻，电流就是 epsilon over R equivalent， 就是6安培嘛啊，所以你只要知道起初状态跟末后状态啊，所以起初条件末后条件把它带进去啊，很快这个题目就做出来啊。